请问您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说这话有点残酷，你的腿可能恢复到从前一样了。<笑> 您还没考虑清楚的话呀，要不我们……哦，我没问题。南小琴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买东西啊。但是没买到。 我帮你。嗯，不用。哎，搞快点。 刚刚谢谢你啊！你说这些，兄弟之间嘛，互相帮助很正常。哦，对了，你来这儿干嘛？刚才那是一家游戏公司，他们推出了一款叫做《19层》的游戏。我跟你说，效果超逼真，特别震撼，特别刺激。你平时玩不玩游戏啊？哦，那这种玩游戏的乐趣，你可能体会不到。 总之呢，我通过了他们的资格测试，今天他们请我过来签一个体验协议。那你签了？我找他们打听游戏中豆豆的消息。我跟他们说，如果他们不告诉我，我就不签。他们告诉你了？没有。<笑>那你就没签？不，我签了。啊？为什么？ 我是觉得吧，他们没告诉我她是谁呢，很可能是因为她已经退出游戏了，她不玩了。但是我又隐隐觉得她一定会继续这个游戏的。她是那么特别的一个女孩子，那么勇敢，那么强大，哎，她还在游戏里救了我的命呢。所以呢，我还挺期待能在游戏里再次遇见她的。虽然机会很渺茫，但是。 我也不要放弃。啊！你好，我是咱们学校的代课老师，我叫高璇。 高老师，您是要借书是吗？不是，是这样啊。昨天我有一个学生正好来这儿上网，课本撂这儿，我想着是不是可以帮忙查一下咱们监控，看看是不是其他同学给拿走了。哦，好的。那大概是什么时间呢？应该是昨天晚上8点左右。好，稍微挺一下，辛苦了，稍微往前一点。 就这儿。明明，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得这么严重，他要被处分了。
您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学长。视频是你发的？不是我。第一个帖子是昨晚8:01在校园网发出来的 ，IP 地址也很好查，就在学校图书馆第3阅览室。然后我看了监控，那个时候，第3阅览室里只有你一个人。你知道那时候什么样吗？在游戏里，他穿的就是那种，哎，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衣服啊。反正就很好看，就对了。妹妹，你们学校男生宿舍在哪？就前面下去直走就是了。哎，小琴，你先回吧，我。啊。兄弟，我找你真的是太难了，我的天！不是，大哥，你这怎么都找到学校来了？怪吓人的。我也是没办法呀，那个兄弟。江湖救急，你得帮我一次了。又帮你什么？借点钱给我。哎，不多，就2万。我没办法了，我得帮阿勇把医药费续上。强哥，不是我不帮你，我一个穷学生，我哪来的2万块钱给你啊？也对啊。哎，那要不然你回去跟你爸说说，要他把钱还上，我好歹也有提成拿呀。你想都别想，我爸就是个财奴。哎，不然你带我去你家一趟，找找存折。啊？你说话呀你！强哥，我觉得要不然还是你自己去。哎，春雨。这好巧，我找你帮个忙。起开！喂，你讲不讲理吗？还大学生呢！哎，强哥，他可能有点心情不太好。爸爸，你帮帮我，不，你帮帮阿勇，他是我最好的兄弟。阿勇怎么了？阿勇他进重症监护室了。所以你没给他转院？我想给他转。但他那主治医生换人了，说之前那个进修结束了，一下来不及。结果他今天早上还病重了。他主治医师是不是姓贾？啊，贾医生，你应该也见过吧？嗯，是我发的，但我也只是把事实发出来了而已。他没有管这只猫，他离开了。就像他忽视我一样，让一个需要他帮助、依赖他的弱者独自等死。青幽，其实想要真正了解一个人是很难的。很多时候，就算是你亲眼所见，也不一定是真。你什么意思？跟我去个地方，去了你就知道了。我是快递送东西的，然后想问一下，你们小区有个叫贾先生的具体门牌号，您知道吗？你得自己打电话问呀。啊，我打了，他不接呀。这个我们不管的。再说了，我们小区这么大，谁知道哪是贾先生呀？哦，你看啊，我这边送东西要超时了，超时该扣我钱了。哎呦，这有他的名，贾浩然。贾浩然。哦。贾医生呀，你说？哎，对对对，他呀，今天早上搬走了。
搬走了，搬哪儿去了呀？哎，这我就不知道了，你问问发货人吧。哎，姥姥。你有个同学来咱家了，啊，他就在沙发上坐着呢。他给了我一个东西，说是要让我签字儿。我同学？啊，是啊，是你同学啊。哎，小雨啊，你不会是在学校出啥事儿了吧？啊，我没事儿啊，姥姥，我现在去找你。你喝水。奶奶。哎，天强，哎，你来了。哎，快屋里坐，我给你倒茶喝。哎，奶奶。我就过来帮阿勇拿点东西。什么？给我什么东西？我帮阿勇拿一点东西。啊，哎，好，自个儿进屋去找啊。行行，去找。你慢点啊。哎哎哎，还好还好，去吧。铁强，哎，我倒了热水，放在桌上，凉了渴了自己喝啊。哎，行，我一会儿喝，奶奶。哎。真要受处分呐。是啊，你想想啊，姥姥，作为大学生，最基本的爱心和道德感还是应该有的。春雨做这件事情确实欠妥。哎，不，哎呀，不会，我养大的孩子，我知道，我们家小雨不会做出这种事儿的，他只是面冷心热而已。你们肯定搞错了，也不是我搞错了，别人都录了视频了。姥姥，你也别太焦虑了，您在这个请愿书上签字，我们拿过去一起求学校，也许这样他们就能从轻发落。哎呦，哎呀呀呀，小雨啊，你可回来了，没事儿，出大事了，可吓死我了。师姐，出去一下，有什么就在这里聊嘛。刚好姥姥也在，请你出去。没事啊，姥姥。春雨。你不会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有多严重吗？学校可能因为这件事情给你处分。作为学姐，看到你有处分，实在于心不忍。毕竟是学生会会长嘛，我就自作主张组织了几个同学签了请愿书，希望学校能够重新处置。学妹不会介意吧？介意啊。首先啊，我做没做过，我自己心里清楚。不用别人帮我求情。其次，你大张旗鼓的搞这些事情，就是为了扩大影响，不用假惺惺。最后，我再警告你一次，不管你是谁，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，我绝不许你再打扰我的家人。
听明白了吗？这个黑二哈勇啊，好几天也不着家，电话没一个。哎，奶奶，哎，就黑二这几天没跟您打电话呢。啥？我说，黑二没跟您打电话。没有啊，你说，哎呦，真是，不应该呀。铁强啊，哎，你跟黑二和阿勇，你们三个从小一块长大，现在又一块上班，这些年来一直在一起，这是好事儿，但是你们该收收心了啊。你看隔壁的那个大鹏，人家才24岁，那孩子就抱上了。哎呀，我也不晓得还能不能看上你们的孩子。哎，这肯定能啊，奶奶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盯着那两小子。也不光他们俩，还有你呀，也要加把劲儿了啊！加油！你们三人结婚的红包，奶奶都留着呢。哎，等黑二和阿勇成了家，我也算是对孩子他爸有个交代。奶奶，我没找到，我再进去找一会儿。好，去吧，啊，哎，去。他就是那只啊。嗯。二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你好，我想问你一下，你认识这个女孩吗？哦，是她，就是她把这只猫送来救治的。您确定真的是她吗？错不了，那天是我接待的，她辨识度又那么高，肯定是她。店长，你过来一下呗。好。啊，你们先随便看看，等下再跟你们聊。谢谢。原来春雨从来都没有丢下过他。滚！当时我们在外头，的确挺凶险。也许春雨觉得你进棺材可能更安全吧。
春雨跟其他的女孩可能不太一样，她的孤傲和倔强让别人很难真正走进她的内心，但是我想青云你可能是一个例外，你肯定是她真正在乎的人。我们这一生会经历很多不同的阶段，在每一个阶段里我们都会遇到一些新的朋友，即使没有你没有我，春雨以后还是会遇到新的朋友，但这并不代表你会从他的人生经历中消失。对春雨来说，不管以后如何发展，他真正在乎的人始终都会在他心里。春雨从来都没有丢下过我，我明明就知道春雨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他为我默默做了这么多，就从来都不告诉我，可我为什么还要误解他，还要伤害他？秋瑶，现在还来得及。科斯宝宝了，我们爱你哦，我们永远爱你。谢谢大家支持与鼓励，小雅会继续加油的。哎，宿舍的人都哪儿去了？啊，他们啊，当然是去上课啦。舍友好相处吗？啊，好相处啊，主要是我很好相处嘛，所以才开学一个星期就和他们成为了好朋友。啊，你回来了，辛苦了，不要让我穿帮了。哦，那收拾卫生你包了，趁火打劫。哦，那我实话实说，成交。小怪，小怪们，今天呢不想影响大家的休息，所以我就先下播了，拜拜，爱你们。什么情况？你倒是可以收买，有些人可是刀枪不入，我才不要给自己找麻烦。今天看的人还挺多。我听说学生处找你啊，还好吗？怎么可能还好啊？我今天还帮春雨签了几面书呢。春雨，这件事情啊，你真得谢谢学姐。如果我做了，你这样会让学校对我的处罚有任何改变吗？如果我没做，你这种行为只会让谣言变本加厉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我是在帮你。大魔王虐猫，真实视频。这只就是大魔王虐猫事件里面的那只小猫，它现在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救治，并且恢复情况良好。您好，店长，我想问您一下，您认识这个女孩吗？我记得她，那天她特别着急地抱着这只小猫冲进来，小猫是她在公路上捡到的，我们对小猫进行了救助，她也出了医药费。这么看来，她真的是被冤枉了。网上的事情，真真假假。不过我听这个录视频人的声音有些耳熟。好像高璇高学长，哎，像不像？像不像？不像。
原来不是他撞的呀。所以，你真的是被冤枉的。这可不是吗？这人证物证都在这儿了，眼瞎啊。哎，我就是问一下怎么了嘛，我就是想知道受害者真实内心的想法。你干嘛老针对我呀？千万别这么说，我可真不是针对你。你还不针对我？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，你都要吐槽我，你心里是有多鄙视我啊？这次说对了，我确实呢是鄙视你，但我真不是针对你。喂，那又行，你过分了吧？这周卫生记得做啊。嗯。凭什么呀？我又没直播。见一下。好。走走吧。好。所以你是说贾医生突然消失了？保安说他今天早上搬家了，医院说他离职了，突然就没他的消息了。那还真是挺奇怪的，咱们一查他就失踪了，这本身就说明问题。所以我说我们的检查报告肯定他动过手脚。或许我们身体里真的有芯片，要不然没法解释能够凭空进入游戏的世界。对了，我一直还都想问你呢，你觉得我们一起玩游戏的人有没有可疑的呀？清幽跟八万单纯，强哥看起来挺凶的，但其实无脑，而且黑二和阿勇出事的时候，他的样子不像是装的。林叔虽然有时候看起来有点胆小，但是对其他人都挺真诚的，他也可以排除。豆豆嘛，虽然他不愿意跟我们透露他的身份，但他也没对我们做什么出格的事情。你分析了所有人，除了我，所以你还怀疑我吗？谢谢你，我知道的，那个澄清视频是你做的。嗨，澄清视频没什么，小事一桩。哎，同学，快熄灯了，要谈恋爱明天再来。不是，我们那个……走吧走吧，不好意思啊。抱歉啊。是或不是不重要，光阴催人老啊。那我上去了。嗯，一会儿见。嗯，对了，你刚刚问我的话
同样，我想问你，你就没有怀疑过我吗？如果你要是有问题的话，在游戏里我不知道得下线多少回了。一会儿见。好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再也没有过怀疑。以后他帮你下。来三十个羊肉串，再来一打啤酒。哎，好嘞，稍微快点啊。好。来二啊，快点。来来来，酒喝一个，喝一个，喝一个。今天我请客，喝一个。来，干了。我来。哎，不是我，怎么？那我就喝了。希望能再见到豆豆糖，希望能再见到豆豆糖。在游戏里死亡的人会陷入昏迷，不要觉得吃惊。以现在的脑机接口技术，如果体内被植入了芯片，一切都有可能发生。赤月，对不起。
处发，请各位选择一个人进入棺材。进入棺材的人将会成为祭司，完成祭祀。人总有一次